德国厨师乌玛第一次吃红烧牛肉，好吃。自从啊，我们那个餐厅里的大厨乌玛吃过我的中餐之后呢，就天天念念不忘。昨天呢，他就跟他的孙女安娜说，能不能给他带点好吃的？今天中午饭还剩一些，现在呢给他加一点料。现在呢给乌玛去送我的秘制红烧牛肉，配我们的中国大米面，立刻马上给他老人家送过去。哦，真叻噶，叻叻叻，刚刚刚食成米饭 ，rice， 好，不必那么多。乌玛给足了满满的情绪价值，就看着他吃的那么香，真的太治愈了。Super lecker. Ich bin Frau Oma.